老板，你给我看看，我终于要发财了。终于要发财了，这一兜值个大几百万。这一兜吗？嗯，对，我能大概看一下吗？你请他去嘛就行，你别给我弄坏了。把这个先放一边，别弄歪第一，这个我就更值钱，这个这样的钱不能离开我的视野。了。啊，整，嗯，你刚才说值多少钱？值几百万。几百万，怎么来了这个数字嘞？这我是找过专家已经给我鉴定过了，每一块都是二三十万。哦，那嗯，我先看看实物吧。好中。你这个确实有老气儿，你这跟他来，首先问一下。这都是收拾房子收拾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人家都说穷穷不过三代，俺爷穷，俺爸穷，到我这还穷，真是俺祖宗显灵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叫我收拾出来那些东西，我跟你说，从小我都打工，从一无所有打到身无分文，再打到负债累累，也不知道咋回事。这次终于俺祖宗显灵，叫我发个几百万的大财。这些东西要我也卖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给别人任何人打工，我是当大老板的料。跟你说，我都缺点启动资金，我也有这个头脑。首先啊，我给您看一下吧，你这是铜板，这个是大的，应该是200万的铜板，有五十嘞，有十嘞，这个也是铜板，这个是民国时候的小铜板，都这样的值钱，都这样的值钱。对，小精，做是的，工不易精保良，存，对，但是它的存世量又很大，这个是人民币。我知道是人民币啊，这但那还给能给你估几十万吗？这个估了40多万，我去，因为这个说是稀有年份，这个宋元铜板，这都是咱老百姓家常见的货。这个宋元说是宋代的呀，这距今1000多年的历史，我值个二三十万。这没啥值钱了呀。你的意思值钱多值钱？一个值个几百万的那种？我大部分都看过了，看快一点吧。这个是小银号，这个是乾隆，这都是没问题，都是真的。都是人但啊。是数量太大啊，没法估价，这都是人民币。这一元牡丹，这是铜板，不过是湖南的铜板，这个是镍币，这都是咱老百姓常见的东西。然后您这个看一下吧，这个是左样。这个100多年了，这叫银元，对，法国的银元，但是外国的玩的人不多，目前价值也不高，就这个目前我看到的就它贵点，这个能给你有花赏有啥的，能给你估到400，你搁这扯啥嘞？400，快四百我块，四百，你摸摸都不叫你摸摸，400块。老哥，我看了，这个我我这个夜光煤，我跟你说，夜里发亮，啥美酒底下夜光煤都那一个杯子，然后价值70多万。对，我看过了，老哥，你这个心情啊，我十分能理解。这明显是现代工艺，老百姓都认为自己家东西值钱，都豢养着它值钱。这但不是是我幻想的世界，是你专家说我的之间。我知道，你说的这个情况，专家有一些假专家、骗人的专家，你这些东西大概我都看了，都是几十块钱的东西，就这一个能值400块钱，这一个呢，我估计都是小孩的玩意儿。你别扯了，我跟你说，还是假专家。那专家的胡子比你的头发都长，还假专家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胡子长不代表什么东西啊？对，你也干了20、30年的这个职业，鉴定职业了。是这样，现在啊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就是正儿八经做生意的，第二种人就是以这种咱老百姓不懂，然后骗取你的各种费用的，甚至让你去当地有公司、有办公地址，什么都有。你说的不假，都有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老哥，我教你个非常简单的方法。这都是过去的通用货币，量很大，像铜板、镍币这东西，铜钱量都很大，量大就代表着价值低。像铜钱啊，宋钱嘞，宋代的铜钱，大部分都不值钱，离现在1000多年了。但是它一挖发掘出来啊，就是几吨几吨，就几块钱一个，确实真的就几块钱一个。几吨你管我拿出来，我这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不管，你看看。你这那不行，想卖给你省那手续费的，他跟我说了，他说这东西全部拿过去，拿过去几个给你现金，马上一付啥费用没有，全部都给我。你去咱这当地的古玩街啊，多问几家，问个10家8家，甚至不行往周边的城市跑跑，再问几家，你都知道它这个价值了。别说周边，还隔壁市，他们都买不起我的东西。我跟你说，我谁也不相信，我只相信那专家，我都是倾家荡产。我再搏一把，知道不知道？
哎，恁都不懂，走吧，走走，慢走啊。嗯。